动作利落，拔枪上膛，要逼停前方白色厢型车。女警出手破窗，要逼他下车，驾驶却不甩警察，猛追油门，拒捕狂飙。但车太老旧，逃到一半直接爆胎，狠心驾驶居然抛下女友，弃车狂奔，跑到鞋子都掉了，还不放弃。趴下！男子跑不过警察，在路边被压制逮捕，居然是因为开脏车心虚，还身背通气，大白天开车直接被远警抓到。因为太刺激了，因为他就是跑啊，他们还有要冲撞警察的，枪声因为不太确定，但是是有人说有，因为他刹车很蛮长的。同车征信乘客也以侵占案证人身份一并带返所侦办，警后将朱男依通缉、侵占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。事发在高雄左营，10号中午，嫌犯拒检，逃跑过程车辆爆胎，害民众以为是枪响，差点引起恐慌，狠心丢下女友，造那不威，还是狼狈落网。记者金宪忠、郭以真高雄报道。